国家队，长期吃莱克多巴胺，寿命会减短，也就是死亡率会增加。不伦不类哦，刻意的一种诈欺的手段，政治的操作，停止你这种抹黑的手法，停止你这种制造分裂的手法，用欺骗的手段，企图影响公投的结果。这是我们非常不耻的，请不要用这种很下三滥的方式操作这种族群分裂，这是非常没有智商的作为，因为民众已经看清楚了。